到了我刚才说的我最喜欢的环节了，就是我可以看你们的评论啦。来来来来，哎呀，人肯定，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啊？好好奇哦。大家看得到我吗？看得到我的打一暂时没有出现好了，我看到他们说，有人说开始好长时间了，我错过了什么。你其实没有错过什么，你只是错过了我，你只是错过了我对你掏心掏肺说的那些话，你只是错过了我掏心掏肺为你选的歌，你只是错过了我掏，哎呀好恶哦然后他们说，哇，终于赶上了，终于赶上一次直播，以后再也不想错过。对对对，我也很开心，终于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你们见面啦。然后又来到了，又看到了那个我觉得你们喊的最尴尬的一句话，就什么这个时代不能有招生，哪有，当然可以啊，但是我觉得不能有，就是不能没有喜欢你自己的自己。哎，说得真好，因为如果你都没有找到那个喜欢的自己，你没有去做好你想做的事情，或是没有去追求你想做的事情，那这个会不会就是觉得感觉有点亏，所以我觉得需要做到这个事情，所以一定要找到。哎，我还看到就是不要要怕，深深最棒，你带了我们的嘉宾来，对不对？周表表。哎，想到你身边，对对对，想到你身边，想到你身边。哎，哦，有人开始还在这刷歌名啊！我找找你们刚才说的，你们人生就是人生当中目前暂时这个小阶段想完成的小目标，打给我看一下好不好？快快快快发出来，发出来，发出来！哎，现在是稍微有一点点慢的，哎呀，我一不小心，我是不是点了个退出？周深已经退出了直播间。哎，你们觉得我唱的好听吗？你们能不能就是说点真心话？然后就是，哦，我看到了，希望考个好大学哦。所以你还应该是高中阶段，对不对？哇，那我觉得你需要努力的冲一把，因为我觉得就是高考是人生当中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你以后很难会再有这样一个很难有再有这样一个机会去让你把所有的全身心的精力去投入到一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可以让你去到你想去到的地方，想去到的学校，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是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学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棒很棒。但是呢，就是我们也有很多已经高考结束的嘛，尤其是最近，就我觉得如果啊，当然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考得非常好，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到自己想去的学校，但如果你觉得哎，好像发挥失常，没有你想的那么好的话，也不用灰心，因为就是它非常非常重要，但它不是决定性的事情，所以你一样可以去寻找那个你喜欢的自己，一样可以去追梦，去完成梦。因为听起来好像有点空，但是我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摆在这里。就我跟大家一样，就是我们都非常非常像。我也开始迷茫，我一开始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对，到后来我开始发现，我去尝试一下当医生，因为我很想当医生，我觉得医生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的棒，就是他们可以去救人于，就是把人从病痛当中拉出来。但后面我学医之后，发现要成为一位医生是有多么多么的辛苦，就光是我只是在学习那个阶段，就已经疯狂疯狂的，就是累到不行，每天就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就特别特别辛苦。所以每一位医生都非常非常的伟大，非常辛苦，谢谢你们。然后到后面我就去到了音乐学院，我就发现我怎么之前在医学院这么的痛苦，我发现我就是真的是事倍功半，对，就是我就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但是好像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或者是会开始问很多就是大家问出过的问题，就是什么啊，我的努力没有回报什么什么之类的。但后面我发现我到了音乐学院之后，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方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去到音乐学院，我就发现所有的东西好像变得没有那么难了，就是一个考试的东西，就是要考，我们一般考试会准备就是三四首歌曲去在我们音乐厅去唱嘛，我就会觉得哎，那不是一件
很难的事情，唯独有一件难事就是要背词儿，这个真的好难。所以就是方向非常非常重要，当你去，如果现在正在看我直播的你是找到了你想做的事情的人，那我觉得你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就可以朝着那个方向继续去努力，因为你会发现你很快乐，你很辛苦，你需要努力，你需要付出很多的力气，但是你会发现你很快乐。但是如果你现当下还没有发现那件事情，那你也有一个很幸运的消息，就是你可以去尝试你所感兴趣的领域，你都可以去试试。就像我去试了一下医学，就是哇，医学好棒，我真的很喜欢，但是好像那个不是我的方向，所以我后面就去到了音乐学院。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找到了就继续为之努力，如果你还在寻找，你也不要迷茫，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对，但是我们就是可以多给自己一些尝试的机会，因为你愿意尝试的那个自己也是非常强大的自己，因为很多人是不敢的，或者是很多人是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的。对，但是而且还有很多的兴趣，你喜欢的事情，它是不一定要成为你的事业的。对，所以不要给自己压力，就轻轻松松向前走，我们一起去向未来。来来来来来，把你们的小目标都可以发给我一下，我都可以看到哦。哇，真的假的？这里有个人发弹幕，他说保你个头，因为我在我这里不可能有那两个字的。他说8000万了，你是骗我吗？哇，希望高中三年顺利。高中三年哦，真的好棒，我特别喜欢高中时期，我初中时期、高中时期我都特别喜欢。哦，不对，我小学时期很喜欢。哎，好吧，只要是读书时期我都很喜欢，因为你会，现在正在读书人，其实你们意识不到，你们只用担心的就是读书这件事情的这件大事情有多么的幸福。对，所以你现在如果还在学校的话，享受享受，那个是你最轻松，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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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然后非常活泼，最青涩，最勇敢，最无畏的你自己。然后我们之后的功课，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个功课，就是把那个非常无畏、非常活泼生动的你一定要留在自己心间，因为它很重要，哪怕你以后可能做了一些改变，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说我还是原来的我，但是我们一定会随着所有的成长环境、我们的认知，我们一定会多多少少会改变很多事情，或者是你看事情的观点，但是你在心中把那个少年永远留住，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还看到有一个朋友，他说今天会唱达拉崩巴吗？他儿子特别喜欢。哇，不会。但是为了小朋友，我就可以给你清唱几句，好吧。对于歌手来说，词儿啊，我想想哈，清唱几句应该是不用到侵版权，我觉得。国王非常高兴，忙问他的姓名，一位勇者赶来大声喊，陛下，我叫达拉崩巴班德贝迪布多比鲁翁。再说一次，达拉崩巴班德贝迪布多比鲁翁。好好好了，就到这里了。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啊，卡布快发专辑。那你这个梦想，卡布不会发专辑了，只有周深会发专辑。专辑我真的真的一直有在做，而且做的时间很久了。对，小小的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不是在录节目啊，或者是唱很多很多的就是跟专辑没有关系的东西，他们会觉得我是不是没有在做专辑。 No，我一直在做，而且做专辑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而且我完全可以告诉你们，我其实已经有录了。哎呀，不行，我要是说了以后把你们的期待值拔到一个我没有见过的1.8米的高度，不对，我见过1.8米，我没有达到过的1.8米的高度，就是我又不想给你们太多期待值，但是我又一直就是在做，但是最后就是你会发现专辑为什么那么难做，不是因为要找歌很难或者是录音很难，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很简单的事，但你想传递一个东西，或者是你要做一张你自己喜欢的一张专辑是很难的事情。我不停的在做，我不停的也在打翻它，就是把它反反复复的在琢磨，我希望自己能够出一张就是自己喜欢的专辑。对，我觉得因为我中间会摇摆很多次嘛，我会在想，哎呀，万一他们不喜欢怎么办，我又害怕自己又太自我做专辑。 对，然后深深想要你的辣椒面，我也想要，我好久没有吃到了。哎呀，但是因为食品就不太方便给你们嘛。好像我能给你们什么，我能给你们优美的歌声。好了，两句，等着我，周深以后一定去看你的演唱会哦。
你们也等着我，我一定会努力的去到你们的家乡，去到你们的身边，想到你身边。哎，而且刚才等着我也是我的一首歌哦。我要找到你，多少年不管，无论你会在世界哪一端，你要等着我，拨开了云海。到你的身边来，不离开。他说：“哎，都是天赋来的，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好了，然后，好好好，很开心，我可以看到你们。哎，我看到有人打歌名了。哎，你的那首歌会唱啊？那会是哪首歌呢？我们等下见，谢谢你们。”